像林孝信这样的人算是有价值，他没有左倾，他是爱中华民国，不是爱中国。哎，所以你的变成黑名单，在那个芝加哥大学吧，在那边流浪，我上他跑了，靠因女朋友、靠因太太来维持生活。哦，所以讲保钓运动，其实对某些人来讲嘛，是一个真痛苦的代志啦吼。啊，我直接你讲，甲咱有关咧，就是讲，人袂记咧，迄个时阵吼，纽约遐个保钓，因所组成的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做啥？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纽约分会。哦，啊，迄个物件当然甲台湾的时阵，也都被接受啊，也都形成了压力啊。你有注意到迄个名称无？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啊，但是伫过去这一两年，哈，林孝信他们呢，也透过教育部的 support， 啊，然后也到台湾的中学校园里面去宣传保钓运动。哦，说我们要知道钓鱼台的历史啊，如何如何的时候呢，结果一种这个物件，我来给写上去，就奇怪，啊，所以那个东西就没有办法进入大学校园或者进入我们现在的公共领域。为什么？因为你的论调是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那这边那请问马政府，你敢不敢说我们保钓是在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没有，没有。你要注意去查迄个咱的外交部的说帖，伊所讲的是中华民国固有领土，为台湾之附属岛屿。啊，这嘛差不多一建户一百年啊，差不多是采取这个立场啦。哎，所以意思就是讲啊，这其实中华民国哈不等于中国，不是中国。这物件已经有相当的一个基础在啊，哦，所以今日我伫遮要报告要提醒的咧，可能有小可甲咱前面后面的演讲，互相补充，哦，从而也会可能也不太一样。因为提醒讲，中华民国的这个符号有伊的历史上的这个所组成的一个复杂性，啊，咱无需要去，那就讲看到那个字条东西八等安尼就开始调起安尼吼，无必要。就是讲，这迄个意义的无同呢，包括这个时阵，下马政府伊嘛无啥敢轻易的去，伊若偷偷啊，是讲伊食过伊罔食了，但伊若拄着困难，伊就救上来。这个有啥物其他的这个 evidence 啊？就包括讲，你毋知有注意中国时报无吼？因为我是咧研究的，所以我主要爱订中国时报，吼，袂使讲看自由时报。在《中国时报》的6月24号，有一个佛光大学教授叫谢大林，一下子评讲自编历史教科书的遭遇了、际遇了哈。伊讲吼，伊感觉咱这阵呢教科书吼，拢是一边一国的这个史观，哦，那个历史观了哈。啊，杜正胜呢，彭新元史观，也都得到吴敦义前任行政院长的背书，这个不折不扣的哈。同心圆史观或一边一国史观是台湾的共识，这是谢大林啊认为心以为为，感觉这足唔好，足危险的代志，所以因呢因就召集人去编高中历史教科书，然后送进教育部去审查，结果呢三个月下来被打回票，哎，伊感觉讲内底啥呐，比赛讲明政，爱讲正式统治时期。来对象来比赛讲，台湾逐渐成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为什么？因为那个审查意见讲，应该强调台湾文化的多元性，不可以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中华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刷了一天呢，讲马政府的外交修兵得到对岸的善意回应，不对，这是马英九自说自话，这不是事实。哎，我们的教科书的审查也有我们的这种立场。不错哦，然后呢，审查委员最在意的是我们用日据这个用词，哦，那审查委员说，我们的课纲里面就是用日字嘛，为什么你要用日据呢？啊，你如果坚持要用日据的话，我们委员会只好说不同意，哎，然后嚯，一做手机了，一跟我讲，这是怎样的一边一国史观，所以我是要讲，咱唔免向人家闭关啦，吼，卖光这。因为这几天看到什么福茂协定啦，啊，去啊去啊，不好啦！我也在那边来，伫个天母遐，拄吃早餐出来嘛，拄到迄个徐新生老师的外读会，我现在都不看报纸了，那是外读会，讲北京语啦。
树不打，不看报纸了，通通被吃掉了。这样这样，我阿姨嘛跟我说，好，不村那个人说，哎，你要看正面的，不要只看负面。花莲的那个民政处长讲了那个话之后，我们虽然很火大，可是他下台了。下台了、哦、就是不分级等一定要爱处理啊，就是我来啊、哦、所以这个力量还是在 competitive 还是在 competition 的、哦、你讲继续在竞争不能只看一边啦、哦、就是说我们去把握对我们有利的部分、哦、比如说教育部来对有我们的人审查委员会来对以前的教育啊，可能是带保尊或者是区划员混在里面的啊，当然就是那个什么周婉瑶啦，或者什么有啊，当时那些过去吼，较无像咱台教会接受太鲜明的啦，倡议啊，哦，所以去拄到这种物件，嘛是一个打回票安尼啦吼，哎，所以讲，咱咧看对伊来问题吼，我感觉有伊的两面性。咱爱对后来马政府甲日本所达成的台日渔业协定呢，也要注意它，卖过的啊，迄、那个马政府完全转，事实上你看明签的是台日渔业协定，它不是那个什么1952年的中日什么什么合约啊，没有中啊，是台日渔业协定啊，以前迄种呢是差不多谈了17年了啊，包括咱扁政府任内，啊拢继续在甲伊谈的。在李登辉总统的任内，特别去甲谈迄个渔业协定，哦啊，这个物件吼，我拄讲迄个公布说啊，就是讲琉球是琉球啊，钓鱼台是钓鱼台，哦，琉球这个物件吼，你爱追溯讲迄个清国的时阵有单色事件呐、啊、吼，你已经讲清人讲，这个琉球的移民是我日本国民，你有讲签得去啊，所以有废琉治县或者冲绳县。哦，所以结果1894年的迄个界约把它划下去了，迄、那个界约当然是帮钓鱼台划进去了啦吼、哦欸啊，所以讲后来吼、哦，我拄则佫讲的迄个事实就是讲，美国甲日本伫琉球战死10万、10万、10万外迄种人浴血战争，领土的归属吼，常常是浴血战争而来啦，欸、啊，人琉球经过这个历史了后。转来变做日本的啊！啊，签约的过程内底，美国呢有承认日本对琉球呢有潜在主权，哦，就是讲话那个邱鸿达足神奇的，我国际法打太久啊，你发明这个名，哎，迄就是按照旧金山合约迄个措辞去个解释，就是讲，虽然是托管，哦，美军托管琉球，啊，不过呢，日本对琉球还佫保留有一个潜在主权的呀，所以等这个结束托管的时阵呢，要还给日本。变成讲说，因两国公路哦，所以咱一般拢叫讲说，琉球可能有公民投票之后才归属日本吗？没有啊，没有公民投票啊，那个是日本首相跟美国总统谈好以后就交了，哦，啊，但是钓鱼台不一样，钓鱼台伫咧一控年的时阵，就美国付一大摊，啊，然后中华民国政府嘛，拄拄好伫这个开始要保台，可能比保钓重要的这个抗战，哦，所以咱去看，老蒋的迄个日记来对，一毛公器啊，讲完这如果要派兵占领钓鱼台啊，这个不好，这个不行，因为我们目前的处境做不到。但是你也口头上去表述，讲咱中华民国拥有钓鱼台，安尼可以，所以你若按照保钓的理论，以迄个时阵真正派兵来讲，有可能就成了。但是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局势不要失控了、啊。所以转而变成讲保持一个模糊状态。啊，但是美国吼，我若有 care 这个代志，哦，所以咱在看外交档案时，美国一定无将钓鱼台跟琉球一起都交给日本，没有这样做，他只有把钓鱼台的管理权交给日本，哦，这就不敢看咯。琉球是把主权交还日本，钓鱼台呢只有管理权交给日本，安尼嘛吼。所以咱说挖口的呢，可能是。要够这个空间的，讲我们至少要主张说我们有权利，那个是我们的，安尼嘛，啊，再有一个协商空间。啊，目前说达成的这个渔业协定呢，就是讲，我顶日啊，我有听由前院长啊，伊较早是宜兰管定嘛，伊遐有咧讲啊，这钓鱼台啊，这无人岛，无人岛，啊，讲啊，这
菜市啊，人咧讲这鱼啊有青啊无青，无人倒来一定是青的啦吼。哎，啊，可见讲咱的宜兰的移民吼，含这个钓鱼台其实是一个生活圈密切相关，所以咱爱去清楚这個，就是讲历史上有这种的生活的关联性，但是安尼是不是等于主权？这个就要拿出证据来啊、哦，因为伯伦，你别讲清代的时候，钓鱼台有没有纳入噶玛兰厅？那是指纸上作业，还是真的有这回事？啊，是讲日本时代的钓鱼台有列入宜兰郡、宜兰郡，这是真的吗？还是有一个只是一个纸上作业？哎，好，假定他们都是真的，但是对这个事情刚好三地方切换，因为清国的时候，台湾跟中国是一体的啊。日治那五十年呢，台湾跟日本是一体的啊。你底下的行政宫钓鱼台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没有什么意义嘛。哦，所以讲，那个附属岛屿论，这里吼有些缺憾哦。难道金门、马祖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吗？没有啊，差天甲地，偏远。偏若讲南屿甲绿岛，可能是咱的附属岛屿。但是金门跟马祖为什么今天跟我们是一个中华民国的领土呢？政治，啊、哦，迄就是讲，伫个战后的时阵，迄往那八二三炮战，五零年代两次台海危机，老蒋就将美国管那个两条条，才确定下来，哦，所以迄个台澎金马一个领域，所以伊讲啊，这南部啊、哦，南方诸岛，这个太平岛，哦，拜托咱阿扁啊做总统的时阵，往那有去甲落实呢。因为本来跟直升机也当起落，但是你这边去啊吼，那个跑道要加长，直升机可以用，不是直升机啊，运输机可以用，运输机可以用，就是讲也在在平安去啊，啊，也在加强那个主权的控制啊，啊，你要不要？哦，但是咱当初吼，讲到这日本放弃了，就属中华民国，其实还是甚至属台湾啊，有问题啊。你如果说无论如何，台湾跟中华民国通通要切。啊，那你也切不了哦。那个时候你也常讲啊，迄不是咱的，啊，迄嘛不是咱的，拢不是咱的。啊，那你刚刚存台湾，含配合都不一定是咱的，啊，那就废去啊。哦，所以咱咧处理这个台湾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可能要有一个辩证关系。哎，但是要怎样才不会犯错，才不会偷懒？你都要靠刘崇德啦，刘崇德要足注意这个界限在哪里。伊拢会警告啊，是警惕，讲不要误以为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安尼吼。所以我即摆所提出来是咧讲，其实咱要处理这个九控年代以后，特别是李登辉执政以后，诶，这个中华民国甲台湾的关系时阵吼，应该爱从过去的迄个戒严时期、外来政权的迄、那个中华民国的时期咧，爱有个无同款的看待。安尼的时阵，对咱的未来吼。政治发展可能会较有利吼，特别是你看，记得2012年的迄个蔡英文竞选的时候，他也说台湾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台湾，迄话人听了就会哑光啦吼。但是你要知道说，差不多咱拄只讲的这个复杂的背景之下，对一个选举的人，对一个候选人，伊可能安尼讲。有伊个理由，所以咱若无佮意个时，咱稍忍耐者，吼。啊，咱个探讨应该爱从一寡 burden 一寡责任，回到我们个人的生活，伫咱个社团，伫咱个努力内底，以上我报告，多谢。